另外，国会在野党党鞭呢，都是李涵渣、再努丁，今天发文告，再次否认有迪拜行动，甚至指控警方选边站、发表政治谈话，按照政府官员的说法胡乱指控。韩扎首先不满开年两星期，民众依然深受谣言困扰，而且还是一个子虚乌有却闹得沸沸扬扬的迪拜行动。他强调，反对党阵营全然不知晓所谓的迪拜行动，这些都是某些人捏造和操弄，而且是不利于人民的行为。他随后把矛头指向警方，不满警方突然发表具有政治意涵的言论，甚至认为现有警队不再专业，只是依照政府方向提控。他希望警方专业办案，不要向政府部长或政治秘书在内位高权重的人屈服，做出胡乱指控。